就看满了妹子 DTH。 新的罐头没有过期的甜，时间和盖子都使它更神秘，我也更想念。新的罐头不但歌手，还有防腐剂，即便它只是放在那里，我也觉得心安，生活也更有动力。只是多占了一点地方，连客人都进不来，真是可惜。